吐字哈。一段路分两头，爱了却要放手。最后一个字不要这么重，叹掉。无视东风走过，扬起回忆如昨。哎，很好。不复杂也不漫长的那一种歌，这不是那种只剩下你钢琴的歌，也不是那种不能只是朋友的歌。再慢一点。这不是那种两个人的故事写在一本小说。我再说一次哈，这个部分你稍微往后，这个拍子往后拖一点要好听一点。不唱。这不是那种两个人的故事写在一本小说。对，不要踩，不要特别踩那种准的拍子，稍微。我写了这首歌，是一首简单的。只会断。不复杂也不难唱的那一种歌，这不是那种只剩下你钢琴的歌。也不是那种不能只是朋友的歌，这不是那种两个人的故事写在一本小说。对，越多对，哎好，你先弹这个对，快点，没记响呀。有给主题吗？没有，老师只让我做，就是单纯做。他说要一个层级的叠加，专门就是只做鼓嘛。然后后面就加我就是之前做的，就是我之前做的那个演靠平那个演员之道那首歌的副歌部分。然后呢，我这是第一次尝试用这种中国类型的打击乐做的，因为我平常以前做的都是电子那些电音的那种鼓，就感觉自己做疲惫了，然后觉得自己想尝试一下新的这种东西。我觉得挺期待老师怎么评价的。其实我觉得这样也说得通，比如说以前老师说先模仿，然后呢在自己模仿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呢，你自己可能就会有自己的东西从这里面出来。如果一开始就让你自己做的话，你自己又没有什么经验，而且你又是第一次做，你就不知道该这个每个乐器之间或者每个音效之间的一些排列的方式，你就在乱做。这是我 copy 的第二首歌，这首歌花费了很多时间。当这首歌是我从一个月前刚开始做，做完一节课，到第二节课老师又把我重新全删掉，让我再做。然后第三节课老师又重新删掉，然后呢连和弦都不让我按以前的弹了，全部老师让我抛开以前学会的所有的东西，就是让我用最新的东西，然后来做这些东西。学编曲大概有多长时间了？两三个月吧。那你有考虑过你现在做的这些东西的一个适听度吗？你怎么来理解这件事情？我一般做完一个东西之后呢，因为老师一般都是坐在我旁边听嘛，然后每当我做出来一个不
不好听的时候，就首先是我可能觉得好听，但是老师觉得这边太傻了，他说我做的这个东西太幼稚了，感觉我自己这方面的那个比较欠缺，所以我觉得自己现在还挺缺乏这方面的那个认知的。他的基础标准现在在每个阶段都是不一样的，目前来说他所欠缺的对于乐器的层次认知有缺陷，比如说我们应该在什么时候给什么样的乐器，这一点是目前基于他听的东西少了，以及对于很多比如说这种想象力上的变化少了一点，这个不怪他，我觉得是正常的。第二个是和声学，就是乐理知识的大量欠缺，我们现在都是在逐步发现问题，而且我们现阶段有很长的时间我们其实是 copy， 他在做的过程当中其实就体会到其他人在做编曲的时候那个乐器层级怎么叠加的，这个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然后才有资格往下谈第二步就是怎么编曲的。CD 来评分的话，你估计也就得个 B， 就是刚才说的一些细节方面没去处理好的话，舒舒服服的靠在那个板凳，但是不要葛优躺啊，不要葛优躺，不要把腰痛的，没有就贴着就好，背部是直立的，这样子呢，其实你的肢体就会告诉你这个人腰有什么，有什么，腰有什么，腰有什么，腰有什么，骨力，腰肌。你看啊，就是人是很奇怪的动物，就人的气场，包括你那短时间的你的那个情绪和你的精气神，都是可以随着你的肢体去，它一定会有那个影响。所以当我们在剧组或者当我们在片场在课上，你如果这样做的时候，你那个脑子基本上是听不进去东西的。我不知道你们在学校怎么样啊，反正我在上学那会儿我就是这样。我说我跟你相反的时候我是这样的。那你这样说不定还能听进去一个两个。我这样的话，反正我是神游的。
道我要回来，你还能装什么？知道我要回来，你翻身朝大海做错了。为什么当年没有救我爸？问他，爸当年为什么没有救我？问他，爸当年为什么没有救我？爸，爸，当年为什么没有救我呀？腿疼。第一句开口一说爸，你为什么没救我？这个错了，那个爸绝对不能蹦出来，因为爸是你十几年都没有跟他讲的，对不对？我觉得多多少少会有一点恨。啊，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你对我的话没什么刺激，基本上，就对我的话表达的太少了。喂，哎，你倒好，今天这么早回家，我现在还在工作。哎，不聊了，不聊了，好，这个方案。确定了是吧？好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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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我三天后通知你好吧。
好的好的好的，对对对对。你到最后，没有人可以分享，你知道吗？你们告诉我，人活着的意义是什么呀？淋漓尽致的把慌乱两个字表现到极致，表现到极致啊！我觉得演的没有在课上好，这也没关系，而且演的我觉得还行，也还行，是有一定水平的。但是有一些不好的点，我要告诉你，就是第一个，你的心没进展；第二个，对这个地方那么好，好崩溃！我感觉他连那差点被夹到，然后那个混的插脑子里去了，那么快！我到这。你是在抽碟吗？你是就那么快，这个快的节奏是好的，它能带动你情绪没错，但是你一定要把它做仔细。左航可以表现得更好，我觉得，就前面表现的我觉得不够好，也是慌，没静下来。后面OK 好的，后面好也是好在什么时候？好在。争吵到后面才有感觉，才有了点真情实感啊，到后面就很爆发了啊，到后面把张吉也给带起来了。张吉在你这场戏里面演的那个妈妈这个角色或者爸爸这个角色演的也我觉得 OK 的，也很不错的，但是表情有点丑，要控制表情。崔浩呢，敢演是吧？你看他刚才那个也很敢演，我觉得用敢演这两个字啊，是我对你最高的一个评价，也是最准确的一个评价。你没有控制，它有好有坏啊。好是什么？好是你的情绪能出来啊。坏是什么？坏就是你喷泉它不受控制了，它就会怎么样？它这个水就乱洒。你要学会控制自己的情绪和台词。孔宇坤今天这个表演是有史以来他演的里边，我觉得是他演的不能说最好，但一定是最认真的一次表演。我觉得，你好，他静下心来，他全程都还比较能沉得住气。天长和地久，有时候我会相信一切有尽头。我只是一场梦，我说过这个不耐冷，需要一个爱人接上了代梦。两人很陌生，喜欢这个过程，这首歌可以作证。现在的你到底是在做什么？我被惊醒，因为一场噩梦。梦里面的你对我说你不再爱我。爱好只是一场梦。我说爱好只是一场梦。我说过这个冬天太冷，需要一个爱人接着上了太忙。两人奔波。
陌生，我喜欢这个过程，这首歌可以作证、yeah、你说我逃过雕塑最飞檐走壁，我说你飞也飞不出我生长心，想给你张新的别建议我走音，都怪你不看路才撞上我的心，我其实是在装潇洒，希望看你笑所以才认真讲笑话，难道你没有感觉吗？ Yeah Yeah、小猪一个小问题，还是现阶段，因为现阶段没有扣过你的音准，是不是小猪？嗯，一次都没有，基本上都在教你怎么去唱完一首歌，唱好一首歌。现在是刚才那一次，就是因为像表演这种东西，跟现在这个心思一样，就是一次过，一次过，唱得好就是那一次，唱得不好也就是那一次。嗯，那核心就是刚才在整体唱法上面一些小的细节还是没有抓得住，然后三个声音没有突出出来，三个语气没有突出出来，然后第二个就是节奏型倒是很稳，然后现在还累吗？不累了吗？然后唱的也 OK 的，然后但是核心就是小音准出的问题有点多了，比你平常的状态里面要多得多。自以后学会珍惜天长和地久，有时候我会相信一切有尽头，相聚离开你都有时候，没有什么会永垂不朽，可是我有时候宁愿选择留恋不放手，咬字风格也没出得来，就是不够帅，简单来说就还不够帅。你上课差不多扣了打了有个六折吧，差不多打了有个六折下去了，然后能唯一好的地方是还好没把点忘，点都忘了的话那这首歌都完蛋了，就唱不上去了都，但是这是唯一能听到的东西，但是扣分扣的有点多哟。就是那个时候，我可能小童是在我觉得这一堆孩子里面最像童声唱法的，但是我看他那张脸，我觉得不行。然后还记得我们第一次唱的歌没？勿忘心安。你看啊，我第一次给你布置的时候，勿忘心安，你知道为什么不？不知道。完全让你摆脱一下童声唱法，让你感受一下这有多痛苦，不用童声唱法来，用童声唱法去唱这种勿忘心安这种比较成熟的歌，唱起来有多难受。让你感受一下这个，
但是呢，像现在其实小童的声音不能说完全，但是慢慢慢慢慢慢一点一点在往更好的方向在转变，至少这一次他发挥的是不错的。